下。小万子，来帮我叶子搓一下。我才不搓嘞。好，等一下叫老爷收拾你。把汁搓出来就可以了。把调好的草帽灰水倒进去。嗯，豆腐成型了，来给它切一下。哇，这颜色好好看哦。加点辣椒酱，没有的可以加点葱姜蒜哦。哇，口水都流出来了。